好，第三段楼梯的画法，第三段楼梯扶手的画法。十个单位的水平长度。画栏杆的位置。好，画矩形。好，路径跟随。拉伸，好，接着边修这一块。好，这个我想我们应该，把它群组起来也好，不群组也可以。好，在这个地方画一个矩形框。好，一样的。好，这个。
好，确定表面方向。好了以后，一样的，我们这里要做栏杆。可以先群组起来。8X。好。这是多的。那我们第三段的栏杆扶手就完成了。